咋了？出啥事了？又干起来了。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看上老胡呢？我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，空穴不来风，哪有不透风的墙啊？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把这事承认了。那嘴唇都印上了，你说再跑再跑，你啥心？谁离了谁都能活，我犯啥错误了？过日子他对我好就行了，这两码事儿，这个财就不能分家。今年我们果园的收成要减产50%，该散了就散，该回家就回家。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跟我们商量？我干嘛要跟你们商量啊？自从嫁到你们家，我王小萌没有人格。这就你媳妇啊？跟谁的？我家上老下小全吃我，工资减半，针对我。这山庄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给你。你爹把人都拉这儿来了，我一分钱不赚，咱俩还像两口子吗？这样日子我一天都不想跟你俩过了。哎呀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。不能过咋的？离婚！我不同意。我看你也没那能耐。老干仗，老干仗，你说咱俩是不是不和？此言差矣，有利就坏，叫相爱相杀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生气了啊！我就粘上你了。生活就是无数个小惊喜成为大惊喜。我们现在30来岁。刚刚开始，三个孩子的妈妈了，还刚刚开始呢。呀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。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开心快乐，家和万事兴。